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。Hello， 傍晚好。大家傍晚好，今天下大雨，外面下大雨。不不不，好大声。阿弟讲哦，今天要煮鱼翅羹，刚好嘞。去年的今天也是煮鱼翅羹，哈，时间很快哦，一年了哦。大家傍晚好。年前一年后又刚刚好。大家去看一下，刚好是同一天，怎么这样巧？同个日期。我们准备了干贝，那这干贝我放了那个米酒下去呢，给它蒸一下，看得到吗？这干贝放米酒蒸啊，备用啊。这个鸡骨，我刚才这些都是骨的，不要没有肉，我刚才放下去，放多少水？哇，好像是2L的水啊，放猪啊，放鸡骨还有什么？那些骨的，我像这里煲汤先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我最喜欢拿上来的，龟给。这个鸡胸肉拿下去烫一下，然后拿来白那个切丝那个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哦，2L的水，然后呢加入鸡骨，太多吧？等一下没有。然后再把那个鸡丝、鸡胸肉全部下到碗，下到碗了，下到碗了，嘿。是的，妈咪讲，2021年的1月30号也是煮一次，哎，你刚好回去看一下，哎，这么巧，是同一天，同一个，哎，不同年，不同月，同日，不同年，放盐下去啊。好，我们加盐提味啊，调味一下。好了，这样继续煮，后面就 OK 了。恭喜啊！面出十月吃团圆饭啊，去外面吃比较快了。要烫一下，等一下来吃啊，吃那个鸡丝。真的鱼翅还是粉丝来的，应该是鱼翅的，我该跟妈咪看一下。小鱼翅吗？好像小小个的。小鱼翅来的，你库都送的。我也是猪咖灯，打开一下，原来是鱼翅，不是猪咖灯。也是鱼翅哈。好，我们给2L的水哦，然后呢加鸡骨下去煲多久啊？哇，刚才用气压锅煲30分钟了。啊，我们用气压锅煲呢30分钟，然后呢再把加入盐。还有呢，鸡胸肉啊，然后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等一下拿来吃啊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大家开始回甘榜了吗？回到甘榜了吗？阿弟秀明天晚上吃啊，真是，哎呦，我们明天把他的鸡点放嘴巴吃，好假！他哦，所以你用下锅煮了20分钟啊，还是30分钟？有30分钟啊。2L的水，然后呢气压锅啊，加了猪啊鸡骨下去哦，然后气压锅30分钟，然后呢弟秀呢就把那个高汤倒出来了。这个高汤还没有倒啊，等一下那个鸡胸肉烫了先。啊，烫了先哈，好，再我们再把呢鸡胸肉放下去哦，刚才用气压锅煮的。来，现在这个干贝做好不好？现在我给它慢慢熟一下。干贝这个干贝等一下要放下去汤里面的。啊，丝粒干贝。浸泡了米酒蒸熟它就可以了，备用。然后这个蟹肉啊，蟹肉等一下是要放这边啊，蟹肉来，妈咪蟹肉多少？蟹肉多少了啊？200克。200克的蟹肉哦，也是尼姑都送的蟹肉200克。然后呢，干贝、丝粒，然后加入米酒呢，然后去蒸熟它就可以了。给我一碗哦，这下自己煮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安弟今天煮了一次要收工了，他讲。这个是小小个的啦。来，看得到吗？好像那个什么啊？这尼姑都送的那个鱼翅，哎，这个是小鱼翅吗？不知道，小小个的，你看。嗯。好像那个红蟹的尾巴哦。很多很像哦。像哦。你没有讲，我以为是花椒哎。有点像哦，颜色。这个是尼姑都媳妇送的鱼翅，你也可以用粉丝来代替，也可以哦。好了，今天有鱼翅吃，这边多少克？200克的鱼翅，丝粒的干贝已经用米酒浸泡过后呢，蒸熟了。还有呢，就是200克的蟹肉哦，200克的鱼翅哦。香菇，等一下，香菇多少呢？香菇多少？香菇5朵。5朵香菇切成片状哦，这个是生的香菇还是熟的？那种干的香菇浸泡水了的，看到吗？然后5朵香菇，然后切成片状啊，备用啊。
喜欢吃鱼翅的粉丝们呢，买包鱼翅不用紧，其实还可以用粉丝来代替。刚好尼古多媳妇有给那个鱼翅安迪那用鱼翅来煮。他讲去年刚好煮这道菜是1月31号，2021年又刚刚好，这样巧，这样巧，我去找一下去年的，哇，这样巧的，这么巧，刚刚好哎，刚刚好，这几条肉给它软一下，我等一下去，还是爆它，嗯，来，你把它地骨放了一下去，一碗了哈，用自己来煮了咯，等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。嗯，我真的想吃那个胡萝卜，你不要炒菜先，要等它。嗯，要吃那个什么？嗯，我们在等那个鱼翅煮好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菜炒起来。还是炒吗？炒随便，炒榨菜也可以，炒那个什么也可以。把榨菜炒起来。你再出那个红萝卜。OK 吗？嗯，明天团圆饭预定好吃什么料？明天呢、啊？明天吃那个港什么笋头啊？鱼是叫笋头吗？还是？可它是就是一 set 的，它是给你。我们的鱼还没有蒸啊。它给你一 set 哦，就是那种你可以买1288、988，然后什么888的那种配套。我们买那个1288的配套在福神。做做，去吃便便，个人请。然后、哦、因为、哦、他们新年很忙嘛，除夕夜，所以他不让你带自己带海鲜去煮。好，来，是多少的那个瘦肉？100克。100克的瘦肉哦。我们加入适量的盐，调味料，胡椒粉，1茶匙的葱头油，1茶匙的玉米粉哦。所以100克的瘦肉呢，先调味先。然后我们要下锅过油啊，今天先把榨菜炒起来哦。哎呦，你这道菜如果是昨天煮，西西就可以吃哦。西西喜欢吃薄荷粒耶，你发现西西跟那个白色奶是哦。哦，天津跟他们一样，全部是薄荷粒咖喱哦。我看看，刚刚开，今天下很大很大很大的雨啊，鱼嘞哦。过年我跟你讲，就是一定是有吃鱼啦。然后吃海鲜呐、啊，还有吃什么？等新过年回来来煮，回来还煮吗？我跟你讲，初一、初一、初二他休息啊，初三才他再回来煮火锅吃。好，我们先烧热油，爆香蒜米末，先把蒜米末烧起来哦，准备起来。来，我们小心啊，继续。今天早上哦，我发那个安迪秀化妆表演，阿咪讲笑的，笑的，很好笑哦。你看回去有没有很好笑？粉丝讲阿弟你很好笑啊，笑的跟我啦，要给你看的，看火，这个是穿烫好的 broccoli。好，我们先把刚才呢调味好的瘦肉呢100克哦，加入盐。调味料，胡椒粉，1茶匙的葱头油，1茶匙的玉米粉哦，先把它均匀搅拌呢，然后我们下锅过油啊。西西家末热到爆炸，没有下雨啊。对哦。我们现在在搞笑，我们去看回安迪秀的那个换衣服的影片哈、啊。笑的。他买了5件衣服，我讲妈咪你擦2个颜色就彩虹卡乐了。那个颜色不美。紫色，我讲你紫色跟那个青色没有买。然后他买一件黑色，我讲妈咪，你不是讲过年没要请哦哦咩？讲我过年后才穿的，活动才穿。嗯，来我们呢，把什么？穿烫好的花椰菜，这是穿烫好的花椰菜适量哦。真好，这么多种的吧？这个是我安弟兄呢那天买菜哦，干个2个。过年多种，很多的菜哦，换今天他全部煮掉好了。要放哪里抹？放凉，过年回来就是抹料。快了，我们把 cauliflower 花椰菜还有呢西兰花，然后2个呢穿烫好过后，然后下锅炒香啊。这个是那个必备送的，可以耐240度的炒那个肠子，快更好做抹汤吃。好了，你炒了，我们炒完了。
机再看那个汤好了。你记得你在穿烫那个菜的时候哦，你可以加一点盐，还有那个油，然后这样你的菜哦，穿烫起来就不会黄黄的。你怎么没有汤那个红汤呢？结果汤呢？还掉呢，好吧，我啊，没有，我啊，没有。哦，你该放很久啊。那马上来了啊。好，我们的鸡胸肉好了。哦，鸡胸肉掉一颗皮，等我夹回来呀。呵呵呵，这样你就帮我夹回来。肉有熟了，爸爸放进菜皮了吗？把它它沥干起来，那我把它沥干回来。我这个已经熟了，这个拿去，好吃啊，好吃鸡来包一下就好了。来，爸爸，爸爸前面是做手工的好吃鸡，好吃鸡。先把那个刚才穿烫好的那个鸡胸肉哦，啊，好吃。傍晚好，新加坡雨停了，新年快乐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个五妹很好笑，我们把刚才穿烫好的红萝卜也下锅了。五妹很好笑，她忘记把那个泡，那时候我们去逛那个买那个四季鱼的时候，那个泡啊，她忘记带回去，她就倒回来拿。她跟我讲，妈咪，等一下你回去帮我拿。等一下我看妈妈也是忘记了。怎么我回去？等一下他都要拜拜了。他要拜拜哦，然后我就跟我们家盐跟调味料调味哦，我就跟他讲，这样你要留住什么？给谁玩？那、啊、给龙哥玩。哈、啊、哈，你叫龙哥玩仙女棒啊？龙哥讲，我讲个安逸老了，乖玩仙女棒啊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安弟，你新年会天天开三次直播吗？应该不会，应该必须应该是开六点。一早上你可以开播啦，带我们去拉比手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呢，在安迪秀带你们去那个老街，拉比的老街。妈咪放多少汤匙？三汤匙哦。一汤匙的蚝油哦，我们今天放的是仙女牌蚝油哦。一汤匙。我怕会干掉，我怕等下会吐，等下会吐水啊。好，我们呢炒香，然后再把呢刚才炒香好的瘦肉呢下锅一起炒香就可以了。你想看安迪去吃好料哦，我们也是很好奇安迪去拉比去吃什么好料。没有的啦。然后每天躲在家吗？我在家了。在家哈，那应该我跟龙哥一起去买搞东西吃。要带鞋嘛，找不到。你要放点水嘛，那很干的。没有，它会出水的。好、哦，等一下还会出水啊。对、哦。是哦，下面有点水啊。我下面有水了，妈咪。哎，我去拿一个大盘子。火锅来了。我们哦还问了那些商家，他们除夕拜节，他讲初一初二除夕。我跟仁哥讲，搞不好初一初二我吃炸鸡啊。吃咩鸡米？吃咩鸡米？我讲，我们先去买那种可以叮热的东西吃先。哦，没有，妈咪，初一初二可以吃妈妈。妈妈有开不是 ？You cooking, I cleaning, I preparing food for New Year. 加油加油，大家新年快乐哦！有没有很开心？今天可以回家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然后呢，可以跟爸爸今天没有切，切到吗？没有煎的，没有你的那个红萝卜给我吃掉很多。爸爸，你今天忘记切辣椒了。哦，是哦，哎，有啊。哎，快了，来个人，快点来。等一下，不要了，我弄上来先，太熟了。啊，太熟了，来，先拿上来。红萝卜在，哦，辣椒在没放生。他弟放生了，红辣椒，和青辣椒，来这边。来来，嘿，恰恰。你忘记了？你帮我加一点热水，差不多。哎，你弟忘记他的辣椒。回鸡料为什么不要跟安迪一起回？二姐载他回去，三姐去回怡保了，五妹呢就回昨天回拉比斯了。他半夜才到，开开刀哦，开开刀他的把狗狗的肩膀哦，到西西肩膀了。安迪，你可以去绝门大神庙哦，那里很美。哎，绝门大，要叫二姐载你去，过年你会去吗？我妈咪弄热了，我刚好可以下去再兜一下。你先找阿爸很熟。阿爸很熟哦，叫爸爸在。阿爸阿妈的家乡啊，忘记了。
妈咪，你可以刚好把炒香好的刚好下去啊，一起翻一下。没有啊，颜色我有味道来哦，汤哦，汤汤的。啊，你下去比较快啦，就是这样。这样。How many dish cooking 哈、啊？我们在等那个鱼翅，所以呢，就可以把菜炒起来。不然等下过年哦，回来那个菜就烂了哦，没人吃了。韩哥在那个。那个拌那个那个鸡丝，我哥在拌鸡丝。龙哥今年不要回来就拜安拜访安迪了，因为他出来了，安迪要出来了。他以前哦，他特地回去拉宾总，为什么拜访安迪嘛？他要吃他的，他为了要吃他的南乳炸鸡。他跟安迪讲，安迪，你初几做南乳炸鸡，跟我讲一下先，我那天去找你。龙哥，龙哥好笑，龙哥。就那么一年特地去拉比，就是为了吃那个南乳炸鸡。然后去了又回来哈、啊。嗯，特地早上去，然后呢，傍晚吃了回来。三杰住怡宝哪里哈、啊？三杰住旺旺，满雷梦，看到一个花生的。哦，龙哥、龙姐姐，还有呢，龙妈妈都在新山。以前他们也是回去陪他过年，现在没回去了。哦，大姐是没有回，大姐没回来。安弟，你做南乳炸鸡给我们看。哎呦，杰尼，有辣有炸过了，杰尼，过年还叫安迪修煮，然后给他念，还有一个你念念念念念。过年吃火锅不用。过年就是夹火锅，夹一锅熟，一锅熟，然后来烫，你烫我烫，你烫我烫，比较快哦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噔噔噔噔，我们今天的榨菜完成。快哦，是哦，快哦，来。准备下一道菜啊！我们今天要来清掉我们的那个冰箱里面的菜。水煮菜有要浪费。锵锵锵！这个是什么菜？这个是什么？原菜哈、啊，妈咪。这是原菜嘛？很像呢。对啊。这是原菜。地秀的原菜到现在没有煮哎，还在这里。这是巴萨妈买的原菜啊。巴萨巴蒂买的原菜、啊。拌完好，龙哥，今天有鱼翅哎。安弟讲哦，上一次煮鱼翅是1月30号，现在煮鱼翅又是1月30号，明年煮一次是不是又1月30号了？知道嘞，这样巧。我明年应该有上早过年。这样巧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好啦，我们呢准备下一道菜哦。来，自己看啊。因为我没有关火没。有啦有啦。哪里有还在滚？你看，关下面，关到下面的，关到关透地方。大家傍晚好，我今天就烫火锅吃了。初三呢，我们初三才烫火锅啊。吹沙，跟你一起吹吹，先初几啊？明天哦，今天没有三十碗哎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没有三十碗。什么人放生气脸啊？是的，妈咪每次的那个生气脸的 sponsor 那个 supporter 很多的，无聊的人，无聊的人。来，我们烧热油，我们新年就是开开心心哦。回家呢，去看爸爸妈妈，去看孩子。好，我们先烧热油，然后有空呢就找我们的同学聚会聚会一下。这个是巴亚吗？苋菜。对。啊，对，巴亚是苋菜。这里连不掉，爸爸，你的葱都要忘汤了啦，应该是吧。我们烧热油，爆香 Lily 送的酱鱼仔，好，蒜泥莴笋加的是片，是吗？烧加完了，完了，等一下，放来加到完，这个不用蒜泥了哦，开心才对，爸爸高兴才会生财，开开心心才会生财啊，对，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你上次台直接看到你爸跑到演戏了。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！来，我们爆香，一粒轻松的江鱼仔，还有呢蒜米末，炒炒炒炒炒炒，还有 ，Ready? How many fish your house have? Keep so many food and veggie， 两个很大的冰箱。放生气脸是安迪的追求者，安迪的 supporter 哎，他只是很 committed 嘞，很切那些安迪是知道。
初一七初二有开播嘛，安弟会带你们去吃哦。生气耶，人家拇指太肥按到啊，不然吃不到生生气啊。还有一个后面掉了，我们还有个菜在后面，还有个菜在后面。他讲他的拇指太大了，所以就按到生气耶。他应该是不喜欢人家煮饭了。他可能想到我，他不然就是没有人煮给他吃了，不然就是阿弟去煮了，他吃不到生气。他不然就是没有人煮给他吃了。有啦，可是现在很勤劳哎，过年全部在备菜哦哎。你们都备了什么菜？我刚才早上有看到粉丝拍那个海参给我了。他讲，阿弟，我学你浸泡海参。可是还没有肥，你要拿去尝尝，要不然来不及吃了咯。嗯，要记得去尝尝哦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去放香了咯，给它包起蒸一下，要不然你没用家了。没有事，我觉得下次哦，你新年的时候哈，你的海参要提早煮。但是我的也是有蒸。不是，因为粉丝来不及浸泡那个海参。你看到我的还有小小吃的吗？还有个小吃还没有开始，还有两次，还有个小吃还没有粘的，还没有粘的哈。你要带回去呀，你是？有，我在冰箱里自己去泡，要自己去泡，要去看他的，放冰水下去，放在冰箱，就去看他的，要慢慢泡啊。等到我拿冰水来的时候，煮他炒海参，煮他炒海参啊，你还要煮一道猪脚醋海参哦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浸泡多一点，不用紧，然后可以留下来煮猪脚醋海参。差不多了哦，我们今天的菜。哦，人家按错哈，新年大家长和吗？和气生财，每次人讲和气生财哦。我们加盐跟调味料调味哦。昨天约会说九月怀胎快生了啊，要讲，哎呦，你二月一号就懂了哦，师妹给你们公布啊。待会粉丝讲，他在讲师妹你肥很多，然后龙哥真的很开心，终于有人讲他瘦了。阿弟，你粉丝讲你胖还是瘦了？没啊，阿弟最近没有打八大哎，应该胖了。胖了。我们加适量的水啊。腰胖而已啊。腰胖啊。因为打八大腰才会瘦啊。是奇怪啊，打八大瘦肚子很快哦。打八大就是瘦肚子。那起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。清炒苋菜完成。喂，妈咪也厉害呀，可以把妹妹的那个酱大师烤炉放进去啊。师妹要二月一号公布回去。我们再猜这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哦，先把苋菜哦，把妹妹先烤了。哎，你这样宝宝两全部苋菜完了哈，还是还有一把？还有半把。还有办法哈、啊，他怎么没有？今天的清炒苋菜哦，是哦，今天七妹也回去了，六妹回去了，三哥回去了。龙哥回不去，因为龙哥的家很远，龙哥家在瓜拉岗上，阿狠哦。来，今天的清炒苋菜完成。二月一号是初二啊。哦，二月一号是初二，二月二号是初二是吗？二月一号是初一，是星期二，有开播咩？有啦，弟有开播啦。去走走啦，弟是带你们去拉比斯讲讲啦。妈咪来准备哦。热汤爸爸好了吗？爸爸，你的鸡根好了没？你的鸡胸好了没？爸爸的鸡胸好了没？爸爸在前面帮我们。把那个鸡胸肉，来，弟来了。你们还买了什么菜？准备过年煮，除了海参、猪手、猪脚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醋，要买醋啊，记得。而且晚上抓一只鱼回来。啊，抓一只鱼回来。啊，是啊，是年年有余啊。年年有余啊，冰箱放一只鱼。啊，要记得放鱼啊。晚上要记得啊。还有什么？龙哥在啊。叫龙哥记得抓一只鱼。抓大猪的啊！那天我们去丢那个面包，粉丝讲，这里不要顺便来丢干，干是现在丢的咩？我跟龙哥讲，不用紧，去买100箱干，然后说去配那个 non-stick sticker 哦，然后直接粘上去，不用一个个写，连电话号码跟名字哈，他们不以前很流行。
和价，和价，调味是和价哈。有粉丝问调味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和价，真的是叫和价。那咱们看一下，叮叮叮叮，它叫巴斯蒂舍达吧？新加坡写和价，新加坡是叫和价。这个调味料，我们没讲调味料是这个。龙哥老家在江沙那里，对一点哦。这个老家，他一家大小搬下来呀，随便给我拿。你也说感冒发了？好了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我们那个高汤，我们那个鸡骨包了，够了够了，够够够，哦，全部都是精华，我们精华在里面哦。给你的。两滴豆的精华，有吗？没有，有啦有啦，滚钱差不多一点多了啊。和价烤的好吃调味料，看一下多少？有啦，旁边有写1.5，里面还有1.5滴的，哦，这500ml，1.5。它这边有一个好什么嘛？它有的看你的里面的那个容量，这边1.5，还有1.5的水，1.5水，1.5的高汤在里面。来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鱼翅了。这个先拿，这个不要卖煮了啊。这个是香菇啊，多少片啊？5朵。五朵香菇，干的香菇呢？小朵的啊，这个小朵。啊、小朵的干香菇，然后呢，浸泡过后呢，才切成片状啊。什么的牌子，什么牌子的醋好吃呢？都好 OK 嘞，我觉得。个人喜欢啊。安弟兄每次买的是那个黑醋。我是买那种酸甜的，偏上甜的。天上天黑醋，有的人喜欢迎春老醋那种酸酸的，酸酸的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preference 哦，自己喜欢的醋。嘿，把油劈一下。这个是拉勾妹的汤锅，它有大中小，大的是6L，中的是3.5L，小的是1L。小的那个很适合来煮梅干面，因为我很喜欢的锅是什么？它旁边有那个弧度啊，倒那个汤方便哦。好了，啤酒酒，哦，啤酒酒的醋啊，因为我觉得醋没有这样酸啊。啊，看个人哦，喜欢每个，有些人喜欢醋很酸的，有些人喜欢醋是带黑的、带甜的，甜酸的。可以吗？应该 OK 哦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嗯，可以的。拉锅妹，对，拉锅妹。国妹的汤锅，好咯，我们现在哎，这么滚上很奇怪，沸腾的香菇，没有香菇让它滚上，不得了，火开了吗？开了，还要滚上来呀？不是，先提醒啊，大家记得开火，来个耐煮的情况下去，来一次耐煮嘛，这边有200克鱼翅，来留一个位置给安迪去放他的食材一下。鱼翅200克，尼库多西夫送的蟹肉200克，也是尼库多西夫送的干贝，从里兰拿出来的。然后呢，刚才我们加了米酒去蒸熟它了，你可以放4个，如果喜欢干贝的味道，香点放多一点。来咯，我们来了，安迪，你的 chicken stock so oily 的，后面它为什么会油啊？哦，那个鸡皮啊！哦，鸡皮还有把鸡皮去骨啊，全部丢下去。嗯，所以它就会流。妈咪，妈咪，本来要去用那个电的去哦，我来拔骨的。哪知道那个窝里面呢，我没有放下去，我现在倒到倒水下去。狗仔牌会酸吗？狗仔牌啊，太好了！我看马坤很流行狗仔牌的，新加坡也是。嗯。这个鸡哦，它比较。因为那个骨啊，全部丢下去，它比较高油哦。好的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傍晚好，先祝大家哦，今年66大顺，然后呢，虎年行大运哦。爸爸，爸爸快点喽，爸爸，爸爸在撕那个什么？你要滚一下哈，你要放我们下去滚去。没有那个。香菇下去，它的盖啊，等爸爸一下子啊。这个是那个它的盖，记得哦，这个盖有点烧的，每次哦，煮了那个汤，这个盖是带热的，所以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就不要这样子手拿，记得拿一个布。
然后这边是呢鱼翅200克，蟹肉呢200克，看有吗？哦，有点蒙蒙的，200克的蟹肉，200克的鱼翅，然后呢四粒干贝哦，刚才呢放了米酒下去蒸它，然后呢弟兄还准备了适量的蛋白，两粒的蛋白杯有钱。爸爸好了吗？爸爸来了哦。妈妈是前面帮忙爸了，妈妈回答好了。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，我在帮你看火嘞，我帮你去看火，不要帮一忙就好了。喂，哇，你弟的那个响，妈咪你的那个鸡汤的那个味道响。好，我很高兴。来呀来呀，妈妈来呀，妈咪蛋来了。傍晚好，大家傍晚好，来咯。那把料怎么倒完啊？干贝先下，小心看啊，干贝先弄碎一下，然后再下去啊。After today can take a break 了，是。安弟，你有几个千金？弟有五个千金，一个我哥哥最大。抖音在这里，这个是刚才我放下去煮的那个鸡丝，啊，鸡胸肉，一个把我们撕成鸡丝了，整个颜色很美，很均匀。来了，看一下里面。王爷的锅，王爷锅洗得很干净，它还反射。How to clean the shark fin？他送来的时候哦，整包的，他已经整包洗好了的，不是我们洗的，是你库多新妇送来的时候他已经洗好了。妈咪还准备了适量的玉米粉，还有什么没放到，快点看一下。鸡肉买现成的吗？对，你库多送的现成的，200克，好了，可以打完了哦。所以我觉得鱼翅桃最吃时间的就是煮高汤。你们吃鱼翅的时候有加酒吗？没有啦，一个大酒。我们不会，可是大姐会喜欢，大姐会加色酒。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放。这个等一下放吗？这个不是拿出来的才放。来，我们玉米粉水先准备先啊，先把玉米粉水准备好，然后加胡椒粉。搅拌一下。刚才我换什么了？对，我也是这样。我妈一次下。对，直接上去打对吧？是的，佳佳一下就帮我了。佳佳一下就帮我了。有放蛋丝吗？有，要放一点蛋丝。等一下放哦。哦，尼古多媳妇有嘞，他其实在那个Darling Dryer 啊那些都有。等一下我找一下他的那个link给你们。
给你 Nikudo Seafood 的 website 哦。鱼翅不要煮太久嘛，我讲鱼翅不可以煮太久，会融掉。好了，啊，好了，搅完下去啊，整个玉米粉水下完，勾芡一下。好了。里面的蛋丝来给你放，哎，有蛋丝还没有放呢，把蛋丝下完了。有啊，熄火了啊！熄火了，哎，你要倒那个炖汤那个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最近有一个炖汤很好玩，很漂亮，试一下味道。够甜了，够甜了。来，我们去搬他的炖汤了。锅里面的汤锅来的，炖汤锅来的。那个辣椒锅里面有这个。哦。是啊，下大碗就干了。下碗哦。很美的颜色。其实黑色的汤锅是会美哦。哦，颜色就很出色。盐放了吗？它甜哦，甜了。有，刚才那个穿上那个鸡肉又放盐了。啊，穿上鸡肉的时候它有点带咸的。哦，里面蛋丝颜色很美，白白的。好了，我真的是只有一个 liter 左右而已，1.5 liter 左右的汤。妹妹了。哇，细哦！要撒这个啊？要撒？要撒吗？撒一点的话，拍照撒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的鱼翅大功告成了。来，好了。真的是一年煮一次。一次。一次，一年煮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再讲一次，一次，一年煮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一年煮一次哦。阿弟很幽默哈，来拍照先。真的是去年煮，今年又煮。如果有鱼票也好吃。今天的新年鱼翅完成。我每买一条等熟一点，我还是煮那个。等一条嘛，哎，然后两道菜来摆盘先，来。会，今天的菜炒好了，很押韵哦，是咯，鱼翅一年煮一次，很巧哦，很巧，来，干的哦，就干的，一定要撒一点胡椒，很香啊，拍照了，拍照了，哦，拍照了哈，拍照了，拍照，我都忘记了有没有撒，可是我，How many liter water？刚才两 liter， 煮煮那边1.5哎，1.5，来拍照了，今天的煮了我们的鱼翅啊，一年煮一次啊，弟讲了，一年只是煮一次而已。然后呢，还有苋菜、榨菜煮好了，最后呢，一年一次。我们最后呢，让弟兄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。拜拜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。
Have a good dinner ahead. Bye bye. 新年快乐。Auntie Shu 明天吃团圆饭，我们吃除夕团圆饭。一次。一年煮一次啊。粉丝应该是一年煮一次哎。应该是哦，后来才煮，其他很少。